万其根本，太上无极，乾坤尽力。大战呢已经启动，12个时辰才能大功告成。接下来是生是死呀，就看这小子的造化了。嗯，哎，陆前辈，哎哎哎，雪雪，来来一盘和点呗。嗯，来，那个让过来。前辈，怎么回事？顶屋发生异兆，不对劲儿啊！我得去检查检查。哎，陆前辈，陆前辈，喝点呀！哎呀，这就是天火顶炉是吧？果然不同凡响。哎，奇怪呀、啊。没毛病啊！哎呀，这火炉啊！哎，哎呀，这就是天火顶炉啊！过来，过来，清雪，雪，你过来看。陆前辈，秦大大情况怎么样了？这小子的体质果然没让我失望，半个时辰之后就会大功告成了。太好了！不好，我的护骨大阵被人摧毁了。海一。任你们东躲西藏，也休想逃出本王的手掌心。我师父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胆敢冒犯本王，自然是悉数送入黄泉了。你，哎，现在是秦南莲花殉情的关键时刻，你们必须想办法拦住石鬼，为他争取宝贵时间。靠你们了，靠你们了啊！那还跟他废啥话呀？直接盘他！往死里盘他！
划算呀！终于成功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嗯，青南。是吧，青南？你果然没有辜负你父亲对你的期望。青南，啊，青南，那个雪儿，这活我来啊。不必担心，他只是消耗体力过度而已。我给他稍加调理，便可恢复如初。哎，走吧，走了。哎呦，我的老腰！哎。